下一个声音即将上台发起讨教，有请下一位声音登场。听一下你现在说话的声音是怎样的？大家好，我叫林凯轩，完全不一样的声音。大家可以叫我海鲜，海鲜好，海鲜 seafood。我饿了，我饿了。广东普通话，海鲜。哦，我觉得他肯定是有组乐团了吧？啊，对，我是个原创乐队的主唱。啊，唱你们唱的歌是不是都是这样，比较重金属摇滚？重金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表达的一个方面。当然我喜欢 emo 的东西。 emo 对啊，你是从哪里学到的这种黑嗓的唱法？我从大学开始组乐团，因为国内当时是没有比较正统的摇滚唱法的一个学习，然后我就是去网上啊去看那些外国人，然后看很多唱这些方面的歌手的视频，然后就让我慢慢的掌握这种东西。自学的？基本上是。你又练了多久啊这种嘶吼？好像大学三年，大学三年都在修炼当中，一毕业感觉就出炉了那种感觉。但我其实很好奇，你除了嘶吼之外，你唱其他的风格，声音会是怎么样的？所以如果有机会继续挑战的话，我希望可以听到你唱另外一种风格的嗓音。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找老萧切磋一下。
他好像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哦。他很兴奋，现在他现在已经要变成狮子了。我很兴奋啊，因为他的音乐很有个性。Hebe， 你唱类似这样的歌也很好听。对，你们都忘记 Hebe 唱了《黑色柳丁》，你看那个酷劲，你看。对。要不然你喊一下，我受不了啦！对啊，我受不了了。现在到你选择了，林凯轩，你要讨教的导师是？我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回到了毕业出来比赛的感觉。当时我比赛的第一次唱的歌手的那个歌手在这里。这首歌是个女人，请注意一下 Hebe 的脸。这首歌的歌名是个女人。哦，歌名是个女人。对。哦。萧敬腾老师，萧敬腾老师，王菲。陈陈老师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大家想让萧敬腾老师唱什么？华为金曲榜。可不可以来点摇滚音乐啊？哇！摇滚吗？就这首了，就这首了。这个好，太过分了。老肖，这个我已经帮你改编好了，你就把女生改成。我是雨神。雨神。帮你挑歌的是 Hebe 的音乐助理，莫艳玲老师。哦，我看不用看下一首了吧。好，我觉得这首看完嘛，看完搞不好有比《我是女生》更好的。看完，好好来，第二首候选歌曲，请看，在梅边儿。这个还好，不如第一个有惊喜。有了《我是女生》以后，很难超越了，应该。这什么啊？这首歌是真正上太空的歌曲。作为中国的音乐向宇宙播放，传递人类信息和人类文明的很酷代表作品，李谷一老师的《小河淌水》。这么重要的歌啊。对，第四首候选歌曲是讲真，其实这首也不错，它是很有律动的感觉，其实演绎成比较摇滚，其实有很大空间的。所以我首先排除，我觉得在梅边吧，因为我觉得对老肖来说没有在梅边排除吗？不，我现在真的是倾向于《我是女生》和《小河淌水》中的一首。你要真的选，你真的选也要选《小河淌水》，因为至少我觉得这个歌它演绎起来，它学一下，啊。难道你要我是女生吗？我是女生。等一下，不，我想，我再想一下啊。在我的心中已经有答案了。我觉得民族的才是世界的，所以我为萧敬腾选的是《小河淌水》。这才是选歌嘛，厉害！老师要加油！敬请期待萧敬腾下一环节演绎民歌经典《小河淌水》。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震撼五组音乐导师的温暖人生。想
身体